我可以亲你吗？自从你来了我家以后，我每晚都会睡得很香，你难过我就会跟着难过。我喜欢你。多大脸才敢说拒绝 Alex， 真以为自己是大师，什么热度都敢蹭，丑人多作怪。顾欣欣，你现在做这些根本就不合时宜，你现在需要的是理智，不是情绪化。我的人你也敢骂？有些事情我不追究不代表我看不到。顾欣欣是我的妻子，我不允许任何人为了任何目的去伤害她。这件衣服是我太太设计的，她的设计独到，也有很多奇思妙想，并且她会把这些想法融入到她的生活和设计当中。哇、哦、看来衣服和太太的关系很好啊。应该说娶到她是我的幸运。我从来没想跟你划清界限，甚至希望我们之间永远不要有所谓的界限。我可以亲你吗？西西啊，妈给你拿了。妈，你放那儿就行、送床被子。亲爱的西西，别读出来啊！你居然把情书还留在抽屉里，还留了这么重。被人喜欢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。今晚就读这个，让我睡觉。晚安。这两天要是没有你的话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幸好有你。自从你来了我家以后，我每晚都会睡得很香，你难过我就会跟着难过。我喜欢你。我第一次遇见你的时候，我就忍不住想多看你几眼。念希的故事就是你的故事。或许以前我们只是不小心顺应了别人的误解，我从来没有觉得我们可以是恋人的关系。我喜欢的只有顾西西一个人。真的很抱歉学长，但是我不能欺骗我自己的内心，我已经喜欢上尹思成。难怪热恋的情侣们都喜欢约会。你不会觉得是在浪费时间吗？你还有很多时间和我一起浪费。嗯，以后不许这么对别人想。只对你这么想。什么情况？我废了。是我在创作上遇到了一些瓶颈，最近马上就要推出新品了，但是我却一个想法都没有。跟我去个地方。游乐场啊？这里可不只是游乐场，还是你创造力的宝库。多巴胺的分泌可以刺激人的创作灵感。你故意的？你怎么那么听话？这又是什么？这也是刺激多巴胺分泌的一种啊。灵感这种东西，就是偶尔的刺激它一下才有。就比如说现在，我就感觉灵感如泉水一般的涌到我的脑子里。顾西西日记，之前看着尹太太挺清纯，对她还挺好的。哎，你看你看，谁在这个人日记上写的？哎呦，这简直毁三观了。是啊，我是这样的。赶紧给我关了。站在我身边的这个女人，她是我尹思辰要用一生守护的女人。顾西西，你和我的婚礼就这么差劲吗？当然了。那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是否愿意嫁给你面前的这位男人？无论他贫穷还是富有，无论他疾病还是健康，我愿意。喂，妈。什么？你要回来？我倒要看看我这个儿媳妇是个什么人。你说我都让你喜欢上我了，
他是不是也会喜欢上我呀？当然了，你搞定了我，就等于搞定了全世界。我跟你说啊，世界上有两种生物是不可以捏肚子的，一个是猫咪，还有一个就是我。那你就是我的猫。老板，要两串变态辣鸡翅。我不能吃。什么身材管理、名媛公子，谁爱做谁去做，吃自己喜欢吃的东西，做自己爱做的事情。所以我不想你因为任何人、任何事而改变自己。妈，您回来了，还没来得及向您介绍，这位是……这位就是顾小姐吧？阿姨好。你想，我是她儿子，我喜欢你，她总会慢慢接受你的嘛。儿子，你真以为妈是那种恶婆婆呀？那个顾西西确实不错，如果这次你是认真的，那往后你一定要好好珍惜。我爱你。冰淇淋得陪我。我整个人都是你的。谁要你啊？我要冰淇淋。你确定不要吗？要冰淇淋。不要我。要冰淇淋。不要我。冰淇淋。不要我。不要我。我的西西才走了8小时59分钟。如果你这么想顾小姐的话，就去看她呗。我见到她了。目前还是安全，可孟子欣怎么在这儿？既然你已经见到她了，就证明西西的确是去考察学习的。至于紧张成这样吗？学长，我还有一个小组作业没有做完，我有点不舒服。思辰。我在呢。那你肚子饿了吧？有没有想吃什么？我帮你买。早餐不是。我现在在大楼里，你快点过来。喂，先生，我赶时间。顾西西。Hello 啊 ，Mr. Zoro。我错了，西西。我离不开你。从现在起，无论你做什么，我都会支持你，尊重你。你要进驻外贸？不过我觉得以 CC 现在可能达不到外贸的基本标准。你们只要记住，这是外贸老板娘的项目。思辰，我想时尚庆典的事情你是跟谁合作的？ VCR 是我放的，但我这么做只是为了拆穿顾西西的真面目。可我不需要你这么做，看在朋友的份上，这是最后一次。外贸的总裁为了商业合作契约结婚，这条够劲爆吗？严总，尹太太，网上流传的结婚契约是真的吗？你们假结婚是为了 Alex 的合约吗？所以你们之前都是假的呀。接下来群众可能会有些过激行为，所以西西你一定要冷静，不能冲动。截止到刚才，我们股价跌了9.7%。我还是有点担心西西。他就是顾西西，就是那个李毅，就是他，就是因为他和尹思辰假结婚才搞得股价大跌，害得我们